客庄十二大节庆之一的苗栗三义云火龙节上周六登场，今年呢请到了三义之光艺人罗时丰返乡和乡亲们见面，现场气氛相当热烈，带您去感受一下。接神编织成一尾稻草龙，在草龙身上插满香火，像龙在云雾中，并且有祈求平安丰收，这就是云火龙的由来。今年还特别邀请三义子弟罗时丰回乡，一连唱了多首歌曲，还与小吴宗宪惟妙惟肖的模仿秀得到热烈掌声。苗栗乡亲们在充满客家古早味及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愉快的周末夜晚。新唐人亚太电视赖鸿钧、林嘉义，台湾苗栗采访报道。